年的时间，最多是三年的时间，因为下一次大选最多也就三年就会改选了。这三年里面，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民政党的用心，民政党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心。告诉全马来西亚人民，我们这里的华人呢，要给马哈蒂尔知道，我们不要这种的种族的主义。刚刚上两个月举行了马来人尊严大聚会，难道马来人有尊严，我们华人没有尊严吗？我们可以搞一个华人大聚会吗？等下印度人又搞一个印度人大聚会，这个马来西亚是怎样？马来西亚讲是要团结各处，可是身为一个首相去参与马来人的尊严大聚会，我们要的是马来一个全民的首相，不是一个马来首相。现在以前啊，很多人不喜欢 1MDD 啊 1M 啊，现在是 1M 啊，三都八九。